一种，这是叶子，然后它这样的叶子像羽毛一样，一边三个，试试看，它有大的小的不一样的，要有不一样的哦。亲，亲，到的，大一点的，请你要大一点的翅膀哦。拜托啦，蝴蝶是两根耶，那你要自己画两根出去哦。好，那你笔拿好的，好的。先拿一支笔，然后另外一边呢？哦，好，笔拿好。另外一边，好纠葛子啦。然后叔叔呢？另外一边的叔叔呢？我们现在做什么？先拿好笔。看一下那个，这是叶子哦，这两种帮我画一下。不是啦，叶子是斜斜的，然后这边也要斜斜的。这个还没有完全，还有半边，有点像鱼骨头。你决定了。我是大灯笼，你是小灯笼，可以吗？可是你没有听我的话耶。没有啊，我说在你画图之前，你要先把蜻蜓跟叶子画完。然后大拇指记得要放在洞里，这样才有一个好习惯。手来这边，不要动哦，不舒服要用说的，可以吗？可是我叫你不要动，你没动。一，好，不要动哦，可以动哦。怎么了？这是一种贴纸，这是一种什么？贴纸，它可以帮助你用力，所以贴了会比较轻松。贴了会比较轻松。这是 OK 棒吧？不是，这、就是一种贴纸，不是 OK 棒。等一下下课的时候，洗手的时候，请用水把它抠掉。可是现在下课了吗？现在还没有下课，所以先不要那么慌张。好，来，爸爸快要起歌哦。这边圈圈跟粘过去，粘过它痛可以吗？自己弄。哈哈哈哈好痛。再画一次。会吗？不会痛。别闹。嗯。好，拿
它不是公共的，那个公有几个图案？呀，这个意思是？哦，这个。一、二、三，换边。好，换边。欢迎欢迎。哦，好热。好热。来，要做十号的。然后怎么办？然后怎么办？对啊，这个要怎么画呢？你有没有发现它的梗在上面？如果它的梗在上面的话，应该要怎么画呢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了，开始。如果它的梗在上面的话，应该要怎么画？先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然后再用纸巾，都弯弯的。然后呢？直直的，直直的，然后呢？你要怎么样？这个吧，是吗？对，还是这个吧。然后你的手手又没有放在洞里面了，嗯、你的手又没有放在洞里面了。这一个跟这两个哪一个长得一样？哈哈哈哈哈！这一个跟哪一个长得一样？这个还是这个，现在是没有，什么东西都会被你画成机器人跟飞机。对，所以等我，这个是在哪里？你帮我拿去丢，丢在一般垃圾里面。我可不可以？好热哦！你去洗手的时候就可以丢掉，这样不会痛哦。拿去丢掉，然后去洗手。啊，嗯。